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各位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我来我乡亲是大家好，咱文星老师搞炸，有一个搞炸，各位朋友大家搞炸。咱文星老师安尼遮尼热的天哦，各位咱苗栗万里啊遐尼远的远远远的所在安尼来到遮安尼，啊足甘心的安尼哦。啊，咱即马咱今仔日哦，咱来讲一下讲怎哦。哦，那普通人应该是讲惊一个，讲命拢冷去，脚趾边拢冷去。迄一个枪支位，你的耳仔甲你扫过，啊耳仔破皮流血，啊面，迄落头壳搁咧流的。我讲迄定有，你对迄有啥物看法？是迄个枪手无准，还是有神吼、哦，甲伊安尼用本方一一个，互伊偏淡薄啊安尼？是啊，我第一遍看到这個消息，我真紧就看到啊。因为我若有闲的时间，我就去脸书网看啊，有加减看下咧吼。啊，真紧就看到，我开始看到，我想讲，敢会 AI 做诶？就是有个人会去用 AI 去做这个物件嘛吼。我开始看，哎呦，敢那真诶款哦。我就无啥了解，所以无偌久我就去看较侪消息啊，真实诶。是啊。去看伊个。影片有诶，影片会照出来嘛吼？看影片，我一看咧，即、這个你拄则讲着即个枪手吼，我伫咧想讲，即枪手原来迄个枪法、枪法吼，那才准，那才准，就是讲，伊那去拍着全部，第二个着，那才无准，那去骗一时啊。哈哈哈！哈，伊唔是讲哪会去拍着川普，伊去的目标就是川普的迄粒头啦。啊，结果呢飘去啊！我讲迄个飘就是上帝哦、喔，啊叫天使讲位啊边啊，甲安尼甲分一个回安尼飘一点嘛安尼。我甲你讲，你无做兵你唔知吼、喔，你讲要打靶，打靶是吼、喔，你无总共是100公尺以外吼、喔，遐一个。人形的，人形的，对吗？啊，咱这个枪支架起来吼，放入去吼，你怎瞄准要真久呢？啊，无，咱那枪的小块摇咧摇咧摇咧哈，有诶百发不中。对啊，那瞄准着足久拍去，啊，佫拍袂着，佫拍袂着，啊，所以伊这个时间，伊我感觉伊是应该，伊讲20岁尔嘛。系啊，二十岁照道理讲无受过真好诶训练才对。你还阁会紧张？少年啊，伊应该是会紧张，所以你去穿遮起来吼，照道理讲是也皮皮抓。下骹阁遮尔侪人吼，伊伫厝顶，尼瞄起，照道理讲也皮皮抓，所以拍击袂准，袂准是正常诶啦。所以伊即马拍着，阁拍着川普迄款耳啊，我感觉。伊应该有真好的训练，真好训练过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伊瞄准的速度，诶物件应该阁真好，所以会真准拍去。无准的所在就是伊那个往右边吼，往伊的右边阁偏一丝啊，全部就跳起啊。对啊，哎嘛，就世界就麻烦啦，就麻烦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你迄个文星老师，我有无同款的看法？你看人诶，因诶。中东啦、阿富汗啦，啥物？伊个囡仔要家去训练做枪手的吼，伊讲细个囡仔就开始家魔鬼训练呢。训练好了，互送去美国读册。你讲槟拉登啦、送啦啥，迄拢嘛伫美国读册，伫个美国就地训练。伊咧足早之前，囡仔就开始家训练啦，要训练做杀手的。啊，看那讲较早迄个日本的迄个忍者啊、忍者啊，伊个嘛是4岁就爱。爱开始魔鬼训练啊呢，4岁呢，囡仔4岁就爱训练啊呢。是啦，啊，我尾啊想讲，迄、那个枪手嘛更怕死。对啊。吼、哦，我尾啊，我就想讲，遮个警卫吼，遐个甲保护川普遮个人啊，嘛是真牛哦。对啊。伊即马马上发一个发生即个代志以后，当然伊可能唔得。几十几个人，咱唔知吼。伊马上就会决定讲，伊迄个方向是对对下来，吼、
啊伊啊去啊，佫歪头去找迄个人伫倒位，佫会当家拍死，佫会家拍死。啊，我感觉因遮个反应嘛足紧诶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计毋是像顶边阿边阿个讲，好个即卖，找到即卖佫无找着。啊，即卖迄个互人穿西装互人白个讲，伊伫溪底啊自杀迄个，因兜个人佮即卖佫伫遐咧发冤，讲毋是。哦，啊所以讲哦，你看阿边啊，随时都出来讲话，讲当初的迄个惊吓，阿边啊唯一度嘛是安尼，一瞬飘过安尼，啊无，伊若差一点点嘛，你就渡破长流。所以有个人讲阿边啊是自导自演，有无哈？我咧讲，好，你算阿边啊自导演，无你来一个，你来演，你来一个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到底时啊挺壮观嘞。你若讲，我过来一时啊，你就死啊！是啊，啊所以讲，我就感觉讲哦，这世界的这种这啊，这个政，因为政治的关系啦，哦，对这个暴力的关系，政治甲暴力吼，拢延续嘛，延续来的嘛，他们是相互相生嘛。哎，伫这个，我就感觉咱地球咧顶端的这人哈，包括着咱台湾的人，也是外国，也是中国，也是美国，每一国的人，我感觉有小部分的人是实在讲无啥正常，无啥正常，就是讲普通来讲，一般你上帝做人出来是要爱，互你生出来，慢慢啊大汉。也去做一个人该做的咪个代志，也去咱囡仔出来，还佫唔捌代志嘛吼。啊，咱的父母甲咱教，安那去啊，佮要哪去做人，啊，佮去学校老师甲咱讲，哦，你安尼做才对，安尼做唔对吼。啊，就是正常来讲啦。啊，囡仔就大汉的时，我就来上班赚钱，啊，饲某饲囝，吼。啊，老啊，啊死啊，咱佫生囝，就拖落去。这是正常的，啊！这个社会就半摆出一挂无正常的人，啊，无正常的人就招数，招数，但是这招数的人，伊就把这规个社会、规个国家弄个乱七八糟，对啊。所以这个咱对下都咧有伫咧讲讲，对着遐招数的人是来讲，要教化不遐简单，不遐尼简单。你还免想要爱教，伊讲。那有迄落魔鬼的迄落存在，上帝敢会将魔鬼家己毁灭？人讲，都爱魔鬼的存在，才有法度验证迄个上帝存在的必要嘛？是毋是安尼？对，系啊。但是你佫讲倒转来吼，迄个南非的武官，南非武官迄个陈进兴。啊！陈进兴听讲啦，伊尾站嘛强加去关下时吼，要清查以前，听讲伊去信上帝嘛，伊信上帝，尾后，伊就反悔，有变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尾嘛甲枪毙啦。我伫咧讲吼，所以我是赞成讲迄个废除死刑，就是讲你陈进兴伊即卖人已经反悔，变一个好人啊来讲，卖讲好人啦，变做一个较正常的人。哦，啊，你若会使，互这个人伫社会，甲伊过去所做代志，伊的故事来讲，互咱社会人了解。教化社会，就是伊上好一个教材。对，甲这。你是讲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意思？对，你即马有诶少年囡仔，特别开始要去行唔对路啊，是吼，伊甲伊家己的故事讲出来，讲我就是安尼，所以。我才会，我哪会人讲唔行啊？鬼坑咧，哭行。是，当然嘛，唔是讲伊安尼讲咧，人就会听啦，不一定讲会听啦。就是讲，你加减讲，你救一个算一个嘛。你救一个人，其实对社会影响就真大。那迄个人以后为非作歹哦，可能会真严重。对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个一个是废死，一个是。无赞成，一个就是讲赞成迄个死刑啊，一个是无赞成死刑，即马阁无一个没有尘埃落定。小等下，咱对来讲就转不掉啊哈，啊也未讲出来，是。是啊，都讲到这来嘿。咱嘛是做好转不了哈，虽然已经拍着受伤，啊伊嘛啊赶紧好起来，啊咱
美国，即个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哈，卖、为着这件代志能动到点啊小病？应该袂啦，因的小病小是好啦，伊无参像台湾遐尔啊变态。对，你甲看，伊个拜登来讲吼，川普发生这件代志，拜登嘛。较紧出来讲话吼，讲伊反对暴力吼。对，你每一个国家偷人，偷人爱正常啊。对啦。偷人爱正常啊，人你的对手，伊受了这样代志，你嘛爱徛起来讲对的话。对啊，对啊。毋是像我今日看到迄个朱立伦啦。系。朱立伦讲，不能够表达、不能够自由发表意见，不能够我煞袂记诶，又讲即个物件，我伫咧讲吼。朱立伦，你即卖你知影你诶立法委员，加民众党诶立法委员伫立法院内底，你所立出来法是侵害着台湾诶民权，加咱普通人诶。人身自由，你敢知？你不是做一个对台湾有好处、有利益这款法律，这款物件，所以有时咱来讲，一挂人迄款，我即卖想法，我即卖感觉，就是国民党这人，无正常。国民党伊就是无正常，唔得中国人唔治，才甲伊赶出去。啊，赶出去，咱台湾就衰，就去寻着。啊，寻着伊伫个这个岛屿顶悬，本来这美丽岛屿好好的，日本人嫁55冬，甲咱嫁甲乖乖，足好管理安尼。啊，甲咱安排甲四季拢足舒适的，结果伊来遮看袂得咱遮的人，佮当作咱遮的人是伊的奴隶安尼，就伊安尼，甲即嘛，因当时的正常。你看，因当时你甲我讲，国民党当时正常。咱台湾真衰吼，真衰就是讲，蒋介石吼，伊来占台湾，占台湾以后，甲中国迄款真无好诶官场文化，即、這个文化拢炸过来。啊，甲伫台湾，啊，还有台湾，本来叫日本统治了台湾，我感觉当然真乖。啊、哦！日本来占台湾。日本人当初的时阵，敢有乌西？无嘛。乌西，我感觉是每一个国家拢有啦，极少。啊、哦！你看迄落，伊无参像国民党安尼，遮尔啊乌西安尼物件，这么收受贿赂，遮尔啊正常。国民党无遐多啊，因为中国古早，因为咱看历史就先嘛。我。顶边捌讲过，我是一个善书生嘛吼，善书生我即马就是。我来去拜伫什么人的门下？哎，我来去送礼。十年寒窗对吧？十年寒窗所求的，就是一官半职。即按文音讲，一官半职，哈，一官半职了哈。啊，求着以后，我就敢若讲祖先有德。祖先保佑啊！今物做大官，会使你啊光宗耀祖。刷落去，我就开始买。我做到这个小官，我今物唔贪要当好事。我只要贪一寡来光宗耀祖，就是互阮家会当起大厝。啊，较好的就是讲，迄条街拢来起起来，较正样咧。这某咪人的囝做大官咯，迄落起足侪楼啊厝哦，啊，遮伊的亲戚、伊的朋友，之前拢升天咯，安尼。对啊，你这中国人的伊的模式嘛。对啊，你今仔做官僚，你的厝起啥物款嘞？你今仔做巡抚、巡抚哈、巡抚，啊，你厝会使起啥物型的？你今仔做宰相，你的厝会使起啥物？所以。中国古早就阶级就是安尼分啊，啊你老百姓，尤其阮伫念歌时，我来听老前辈吼，因伫咧讲，官方的查某囝，叫做小姐，老百姓的查某囝，叫做姑娘，所以，你名阁袂使甲皇帝的名同款，对啊。啊！你恰凉恰风，你老百姓袂当辛苦啊，是啥袂当有恰凉恰风的代志呢？啊，即嘛无同款啊。所以我感觉，当然中国文化
中华文化，有一部分是 OK 啦，啊，好的代好的物件，咱会使甲学起来，但是歹，好，那就足奇怪，就是讲中国一挂好的文化，这个蒋介石啊，伊绕跑的时阵，应该讲哦，伊摕一挂好的文化过来这个岛屿内底吼，佫会当看会当起死回生无？啊，互伊生团，互伊好起来，打回大陆去解救大陆苦难同胞。结果无啊，伊炸过来，拢把迄落二子文化拢炸过来台湾，啊，佫污染着咱台湾的人。啊，无你即卖你来看，官场啦，即卖官场啦。你家看，咱即马的主题实质影响力，你对迄个实质影响力。古代人讲一句话啊，做官啦清廉，食饭就骄严。嗯，所以咱所了解台湾的官员内底，敢那一个陈廷南。嗯，其他人毋捌听过啊，所以人伫咧讲做官，加减拢学一寡外劳啊啦。嗯，外劳你听有啦？有啦有啦，你到底台湾外劳啊？你听无得害？哎，不是外劳。哈哈哈！那个外劳啊，跟那个外劳啊无同。哎，外露啦，外露，就是讲外。马无夜草不肥啦。对啦。人无横财不富啦。对啊，所以咱老辈啦，咱老辈，一句话就好。咱老辈是哈，对着这官员会去讲挑一挂哈。嗯。咱拢会当忍受，但是你爱，你食食咧爱咬嘴嘴，啊，卖去留一个面孔抓着。好啦，你看迄个上，较早迄个红包本啊，红包本啊，讲我若敢甲你收，我就一定做甲会到，我才敢甲你收。红包本还伫无？死去啊吧，无伫啊吧。唔知哦，伊嘛捌权倾一时。嘿，全情是，哎呀，啊，要送红包来排队呢，排队来送红包呢。哎，咪甲今麦婚礼咪同款。哈，婚礼啦，花莲啦，哈，对，花莲红啊。啊，大众啦。系啊系啊。拢同款，啊，但是我感觉因伫咧处理方法来拢真水开咧。对啊对啊。好，你安尼一摆去抓着伊枕头。对啊，做官就好个啊，一条路啊。啊，我若要开安尼批婆啊，参照川普安尼，耳仔安尼过去安尼，耳仔烧着尔，无烧着头壳。啊，若烧较过来，就烧着头壳。我落啊，我就甲你画一寸安尼，画安尼较扁一寸安尼，你就差偌济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是啊是啊。迄就是做官的好处嘛。啊，这么讲着迄个实质的影响力哈。第一个就是陈水扁老总统，第一个就是陈水扁总统，实际的影响力来搬。啊，最近第二个郑文灿，对，我感觉这实质影响力这五字哈，敢那对台湾的陈水扁、郑文灿对因两人有效。你来讲对着这个高鸿安，高鸿安妙妙姐哈，也是迄个花莲王的，伊还阁戴罪之身呢，还保释在外呢，人就会当，人伫迄个家楼内底嘛，阁照常咧做立委啊。啊，阁咱的伟大科批，哈，对啊，伊都无实质影响力吗？是是是，啊，无迄金花城的。所以今麦讲起来就是咱的司法，咱检察官，咱的法官，其实你讲。那官员啦，一般的官员哈，拢爱忠，对咱的国家尽忠。对。但是实在唔是安尼。实在是服务业主人呢。对对对，所以伊即马每一个官员，伊拢尽忠伫伊的主管。我今仔日郑文灿，我做市长，下骹所有的人拢爱听伊的话，所以。啊！伊若要去做歹，其他人一定，一定爱听伊话，啊，无你就失职啦。你甲看柯文哲伊伫咧做事，下骹是安怎伊诶一级主管，就是较大诶吼，招遮侪人，就是伊要叫伊做啥物代志，伊感觉伊袂瘾做嘛，伊袂瘾做。无，伊感觉迄违法诶，袂做诶，迄个什么做迄个啊，伊奈离开，伊讲哦，这若做落去吼。三代人不无够死啦，所以所以讲伊惊一个较紧死掉的。所以你对着一个好的主管，
你会使尽力力去做。你对着一个唔对的主管，拜托咧，赶紧进来走啊！啊，进来走，进来走。你若无走，是你来去做语文啊？你敢知？无，那做语文阁还好。你有一个好头家啊！啊，对啊，你唔知对看，你是看做什么人的语文啦、啊？对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嗯。为师无壮心之地啊！所以一般来讲，哈、嗯，你甲看这个家人，嗯。家人的市长，伊即马讲，你去加破门，警察局长，只好伊警察局长伊一定知我安尼做唔对，嗯，但是伊嘛爱去做。所以讲，伊穿官服，伊干那穿迄个老百姓的衫，穿便服啦。啊，你穿便服。啊，你警察局长，你出门，你陪市长出门，你都。你啊，你去执行公务，你都袂使穿便服去执行公务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哈、你我一个查甫人，我不管我穿裤还是穿裙、我拢是查甫的。对啦。我袂讲我穿裙了变查甫的。你警察局长，你唔是讲穿便衣，你都唔是警察局局长。是啊，所以嘛，袂使讲我下班了后都唔是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下班。暗时啊，去甲人去甲人监门，去甲人迄落。强迫而入安尼，迄做违法的代志，等于甲土匪同款。是啊，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咱所有的官员，其实唔是，要拢看良心啦。伊唔是忠伫国家，唔是忠伫社会，伊拢忠伫伊主管。对。主管，若要叫你去做一件唔对的代志，你要做无？你若唔做。是真嘛？啊，不过别为五斗米折腰，或者是去等于这个地。好，你若要做，有可能你都要去变余文第一。无咱想有迄款的担当，有迄款的勇气的吼，敢那足歹找。即卖现代社会足歹找，尤其哦，这个七十几年来，咱互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迄个教育，安尼教育来了后吼。咱的台湾人，好好的台湾人，若入去迄落中国的官场内底，拢十个八个变歹去。我顶几天有看一个报道吼，伊在讲德国，德国因的人吼，贪污贪钱真少，伊有定一个法律，就是讲你贪，总共你贪台湾钱吼，台湾钱你贪一万块，以下安怎处理？你贪一万块至十万块，中间安怎处理？你贪台湾钱一百万，你安怎处理？你像刚才讲，你贪一百万来讲，你三代无资格通去做公务员。你贪十万，你就反正伊有违反规定。对对对。所以变做讲德国的这公务员。我根本唔敢去贪钱。对啦，佮伊爱伊个国家，根本无需要去贪污啦。对。啊，即马害咱台湾，咱会变贪污共和国，因为咱台湾就第一无国家啦。要走，要含一个好个，足简单个安尼。你看贪污了后，你看国民党个中央委员偌济贪几千亿，即马拢算挑个啊。即马无流行迄落几千亿个啊，拢走去中国。啊，走中国了，拢变模范商人啦，什么啦，拢互人颁奖，啊，伫遐也无用为，啊，你爱钱对啊来，伫台湾银行搬来的啊。我所看到的台湾的社会吼，即马甲过去比较吼，古早哦，早年三五十年前啦吼，迄卖贪钱较普遍，大官贪大钱，小官贪小钱，差不多拢有，你要去。伊个便宜几多，你嘛着去包只红包。上红包，侨民陈威嘛是爱上红包。开刀医生啦，吼，伊个做麻醉啦，反正你包一包去，伊会去分啦。啊，迄边侨民陈个啦，上涂骹你嘛爱互伊红包呢。啊，你若要去公所去倒要办代志，伊讲咧三千以后再来。古早有贪钱较普遍，但是拢较少钱。啊，即卖我。今晚不流行那个贪小钱了，都贪大钱了。所以今晚贪污的人较少数，较少数，拢迄个权力较大的人，去贪钱，
但是这一摊的吼，拢大条的，拢大条的，那不是讲哦，几万几万呐、啊。即个较早拢中国民党个中委员拢几千亿几千亿，啊拢贪了，伊拢互伊走过手嘛。你看过手个含警卫啊，家己三班制迄落过条个，伊都有法度互伊走个。你看拢总伫个中国伫遐咧发展，中国也好，别个国家也好，拢伫遐咧卖隐姓埋名，伫遐咧在发展安尼。啊，因就是过去个拢有过手嘛，中央委员、国民党个中央委员拢有过手。啊，民进党内底呢，也有一挂不肖个去学伊啊，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。咱即摆咱也袂使，毋知影迄个内容安怎讲啊，一切交互输啊，啊输啊，虾米人个输啊，因兜个咧。输啊，官甘你台湾人个。司法官包括检察官、法官，拢爱去教育。对啊，遐输啊人员应该爱淘汰，就爱淘汰，不适应的都爱淘汰嘛。对，你讲到这個林之妙。啊！伊政治在降温，啊，小那个拢唔办嘛。对啊。哦，啊，高方安尼代志嘛，政治拢在降温，啊，想要拖遮久。对啊，啊，拖到伊做甲煞，唔免阁重算啦。对对对。我若要是法官来讲，我一年来我就处理完。啊，你马文君的代志，你看。拢唔处理啊。哎呀，无代志啊，告伊袂行，迄郭氏博士安尼甲伊告到安尼，政治安降温都不起诉啊。啊！伊占迄个公有地占啊，遮快啊，并且啊，比就地合法，迄个所有的地主拢总会当选到立法委员啊，特别适合伊啊。下顶礼拜有讲到迄个广川啊嘛，广川啊，即个跟随，这遐尼简单一目了然的案件，伊拖到即嘛拖咧都过外月啊，啊都唔办啊，你都唔办啊，啊这警察在创啥？你去调，即马已经用变出来看调偌久？伫个警察的手头，应该警察也拢早都完结边送出去啊，啊送出去啊。检察官拢唔办啊？啊对啊。啊无你啊也应该有立案啊，无咱唔知。所以讲，这个王川啊还没有影响力啦。王川啊，伊若有影响力哦，早就该办好事啊啦，是唔是安尼？是啊，唉，我感觉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人哦爱真长的路爱行。对，爱自求多福啦！啊，我希望讲哦，迄、那个赖清德总统啊，看起来是安尼文质彬彬的吼，啊，都医生人员，啊，都迄款的，迄我就想讲，因兜的家教伫遐善食的所在，安尼一路安尼行来，伊就造就伊今仔日这落即款的这落北长即款的做人，同时我希望讲伊哦软中带硬，迄落政绩到底啊办到底。对，你即马。第一个就是甲习近平同款嘛吼，你先甲台湾这贪污贪钱的人，一个一个处理，包括我那是要郑文灿哦，我袂讲贪五百啦，我上无几啊亿，什么五百，我心底几啊亿，人已经几啊条啊，你这几啊亿已经不流行。哦，你看我的身价才五百尔，哎，实在讲，啊不管你即卖要办，好做你去办嘛哈。林寺庙、高鸿安。马文君什么一路遮的所有的遮有政绩的，赶紧慢慢的。对，佮中部迄个白宫嘛，吼。嘿。啊，东部迄、那个哈，啊，伫个台中。台北马乌。啊，侵占国土遐个人，中办。对啊。哈、啊。你该抓你就抓，该关就关，啊，或者较少年遮的，啊，敢若就死小心啦，哈。你冒出头好，啊，你莫去犯法。你买去诈骗，哈，就是有大件，可包括科比，你袂使讲，袂使讲，伊做党主席都卖办比赛，因为伊政绩嘛足强稳啊，违法嘛，哈，是啊，对，好啊，政绩到底，政绩到底，伊都办甲对了，我台湾一旦有出一个晴天出来，也够有啦，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贪污共和国这个名啦，唔洗掉哦。你伫台湾，你讲啊，你的芯片管你家富国神山管你家用，安怎安尼哦，嘛会去蒙尘啦，就是哦，这个贪污共和国这个几个字，甲你砍掉的，你嘛背袂开啦。啊，搁有阿扁的实质影响力，甲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啊，来台湾了后的中华民国，就干那这两个国民党诶，拢无实质影响力，干那民进党诶有实质性影响力。
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。咱要搁不是国家，咱无国家，台湾无国家，一个都属利益安尼。小可有成啦，啊，不是正常。好啦，这个我是拜托哈，这个总统你甲贪污这个人去处理一下哈，啊，实在讲台湾税哈收起来真多，真多你甲贪污处理完，甲这存这钱去照顾，干就是这人。对，应该对教育，应该对咱的教育哈。其中就啊，其中就包括着这个咱老人年金。老人年金即马你讲，像你来讲，一个月3472，四即马4260块，4260块不管，袂当生活嘛，袂当生活。啊个，我去谈不几条数，敢那3772，啊3000几块，3000几块根本无法度过日啊嘛，啊，你去照顾，较弱势这人。啊，不过因遐老乌啊，遐奖官都几啊十万，啊，只要是外省人，都一一四一四多少遐？这不要紧哈。哦，老农民啦，哈，啊，即马来，迄落中国的外配入来，都一个月无啥，都5000块的迄个营养补助金。对啊，啊，是安尼5000块会比迄3772较济。是啊。所以一平价。我正要讲就是讲，拜托总统。你去甲台湾所超收入的这税，吼，去照顾就是，应该要重新规划啦。对，卖好叠加，因为叠加好几代叠加，几啊代人叠加打拼的人，啊，互伊感觉讲吼，伊是永远受剥削，心肝内底造成迄个不平啊、民怨啊、民怨。是，啊，你若甲照顾一寡较弱势这人，啊就。进入工地啊啦，对，好啦，咱今来抱怨啊，嘛不是抱怨啦，咱是提供宝贵的意见啦。嘿啦，咱老师教学时间又够够啊啦哈。好嘞，人讲足身体，你爱唱两遍。好啦哈，啊今来先同款用大当调嘛哈。你平常捌讲叫来唱一挂甲咱即卖社会有关的物件嘛哈？是，我再来找2-3拍来唱哈。是啊嘿，啊即卖着同款咱的迄落乞丐开夜店，迄个烟耍哈。啊即卖即个乞丐开始咧装啊嘛，我要来开夜店，所以派头小急一下。啊顶边来。好的青山嘛哈，不是好的啦，伊就配鞋啦，配青豆饼啦，穿好，啊，这个羽绒裤嘛，拢穿好啊嘛哈，吊甲叮叮当当，内裤带嘛拍好啊啦哈。好来，刷来，伊讲心情羽绒挂目镜，派头结痂贵着惊，亲像富豪人的囝，啥人知我带去食呀？哈哈哈！哈，你想讲伊身躯叮叮当当安尼出现伫你的面头前，你无感觉足好笑？是啊，所以咱这个社会就拢看外表嘛。对啊，外表挂落来啊。哎，对，爱记牌。哈哈哈！我一直在想，我感觉我敢那是山顶人吼。对着咱这个社会上的这个，杂波拢感官啦。我现在带路的，带这个做50万、100万在路的，时间敢唔较准？我感觉我较早的买一只日本的迄个卡西欧，电子表哈，1500块，哎，在迄个时代1500块，我都我嘛薪水6000嘛，四分之一的哈，我都感觉袂歹啊，哎去挂迄30万、50万、100万手表啊。人挂迄落较早台北车头有天桥嘛，天桥顶悬咧一只100块的，人迄落来哦，偌好看咧，你都唔知。是啊，是。我咧挂一个 LV， 其实我个真嘛唔知 LV 先生啥款咧呢 ？LV 啊，有啊，你叫我帮他订订迄落送你 LV 的皮包，真皮的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叫 LV 的皮包，帮我送你。我一直在想，无就是讲，
我今日去拍一个 LV 的皮包，啊，挂一个落嘞，啊，挂一个墨镜，穿阿玛尼的西装哈，啊，鞋啊穿多变，啊，我着真样吗？嗯，系啊，着真。我想无哈，我今年打人哦，一身派头，迄行头都不得了。我姐夫问我讲，啊，你去上电台，你敢穿衬拖去？我是啊，系啊，衬拖去啊。因为我咧录影时较翕袂着啊，哎，讲啊，你去敢穿短裤？我是啊，我穿短裤啊，较凉啊。因为我做产人，我穿好是要做啥？我唔是要叫相亲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啊，咱即下先念一下。啊，念完了吗？啊，念完了，念完了。啊，我清唱，我即马清唱了哈。嗯，大唐人。我嘿，算大唐人哈，大唐人敢有几啊趴？心情又好，挂目镜，抬头极甲鬼倒惊，亲像富豪人会惊，谁人知我啊？谁人知我大吉？家赢，搁一遍。心情又好，挂目镜，抬头极甲鬼倒惊，亲像富豪人会惊，谁人知我大吉家赢？我大，谁人知我大去吃赢？对，我即马即个第一抓尾后吼，惊是用我破顶关是用三拍，但我即个唱的是单是我用两拍时间。目镜，抬头低，甲鬼倒惊，亲像富豪人会惊，养在我大吉家赢，亲像富豪我目镜。抬头低，甲鬼倒惊，亲像富豪人会惊，养在我大吉家赢。啊，今足感谢咱文生老师。你讲唱第，唱对我唱两遍，啊，第一遍唱了较袂唱拄好。无紧啦，无紧啦，欢喜就好啦。因这个台东人这个调较奇怪。对对对，嘿，好啦吼，啊，咱今日咱时间就到这，希望讲这个川普吼，啊，惊一个，着惊一个了后吼，念咪较紧，心肝就安定落来，因为伊有信仰的人嘛。对，咱祝福美国，祝福咱台湾。啊，应该全世界，应该全世界拢爱大家平安安尼哈。世界平安，和平安尼，好，多谢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Yeah.